一百秒的黄金时光，绽放自我。金子般的追梦精神，闪耀舞台。他们有着相同的坚定信念，是金子，是金子，是金子，都会发光，就会发光，一定会发光的。每周一晚21点，梦金园黄金一百秒。你呢？你给几颗准？绝配。你能不能把你的双腿站直呢？你是谁？很亮哦。一个是我的老家。有。哎，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是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黄金专家梦金园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我们的节目为您而诞生，我们的舞台为您而存在。只要您年满16岁，欢迎您来到黄金一百秒挑战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这段话，杨帆为电视机前的您而存在。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今天我们的黄金舞台又将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梦想挑战者。来，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大家好，我叫李春梅，今年20岁。我现在所在地呢是韩国，那么韩国呢是具有造星工厂美誉的称号。我的梦想是歌手。Close your eyes, I put magic spell. 하지만제꿈다시꿈은제가발생하려는수석의목표가아닙니다제가발생하고싶은수석의목표는무엇일까요掌声有请尹正梅，掌声有请。哇哦！你好，正梅。嗨，张金哥好，杨凡哥好。你好，欢迎你。我叫尹正梅，来自吉林，现在在大连上大学。然后我是有一个歌手梦想的人，但歌手不全是。不全是我的所有的梦想。啊，歌手只是你一部分的梦想。对。那另外一半呢？开一家经纪公司。那你今天来是干啥来了？我想前面一个艺人来了。未来的老板。对。懂了，你是来今天想把杨帆给签了。对，不是。不是西游记又不签吗？把杨帆给签了。但是我跟你说，杨帆哥哥的话得说清楚，我也不是一个特别随便的人。不是，就是不是随便被签的人。我会韩语，男女组合怎么样？我先考你的个人条件，我再决定是不是签。就来点那个我最喜欢那种音乐类型。来，我们的音响师给他放一下，看他能不能演唱我喜爱的。对，这是杨帆。奈何相遇有夜叉人呢，奈何相遇有夜叉人呢。身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都合群儿。
我不唱后半句，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歌是吧？你唱的是朝鲜语。对对对对，朝鲜语。哦，马上把这首歌又有一种新的感觉，新的生命，很洋气的感觉吧？你这是东北歌，你来首英文歌呢？英文歌。啊，杨帆哥，你是不是特别喜欢那个 You Are Not Alone？You are not alone. I'm with you. 내게지켜준그대요사랑朝鲜语。사랑받아줘哇，你是哎，特别是你们俩那个语气，你是怎么样的？再来一遍，你中间那个。You are not. 你呢？내게지켜준绝配，就吃饱了撑的组合，你看着没有？你们俩已经把这个舞台变成中韩歌会了啊！哎，不过确实不错，我觉得进行到这里，我觉得你的公司大有希望。那今天你想怎么实现你的梦想？从今天的舞台吗？我今天要唱《全拉丹民族谱》。听明白了吗？全拉丹民族谱。你觉得我听明白了吗？啥意思？这都不知道。不知道、啊。最炫民族风啊！最炫民族风。对。怎么说？全拉丹民族谱。什么烂了不是风？我觉得这样，你今天啊，就是老说跟我觉得你可以跟嘉明哥合作一下，最炫民族风，你就来那个男的曾毅的那几句说唱，留下来朝鲜。留下来是。男的做，男的做，男的做，对。然后我知道，留下来，我知道是哪的，哪的，哪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再说就是哪嘎达的啊，哪嘎达，对，我东北那嘎达的。下面好好把握，好不好？首先从你今天的歌手梦开始，然后希望你一步一步实现你的老板梦。谢谢，好不好？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推向亚洲，推向全世界，实现你的中国梦。来，谢谢。用朝鲜语和汉语来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黄金们，我必来个是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盛梅，从你的第一个梦想开始，好吗？谢谢。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水从天上来，留下那万紫千红一片海。火辣辣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唐诗人的马没有我难吃苦，没有人说难的故事破。悠悠的我的夜特殊人马错。唱尽有铁男的故事破，唱戏的铁马没有我难出谷，那个铁索难的故事破，悠悠的我的夜特殊人马错，唱尽有铁男的歌。내마음에영원한추구내곁에서남기고싶어유유히노래에철주를맞춰내곁에남을거야谢谢盛梅的参与，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嗨，大家好，
我叫陈思豆，我呢是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国内注册法律顾问师，武汉大学法学专业和湖南大学经济法专业的双学士学位。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却是你完全意想不到的，究竟我现在的真正身份是什么？让我们现场揭晓吧。掌声有请陈思豆。掌声有请。哇哦！你好，思豆。大家好，我叫陈思豆，来自湖南长沙。双学位，学士是双学位。对。后来读的硕士学位。还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不是，国际注册法律顾问师。法律顾问师。然后现在是一位健身教练。对。哎，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你之前在上班，包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你身材有现在这么好吗？怎么说呢，可能我个人是比较幸运的吧，就我们家遗传就是这样的体系，但我确实是后天很努力，就是我就不学了，不是，我十三年来我的身材体型完全保持的跟十三年前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个厉害哦，你看嘉明哥曾经也是瘦过的人。没有，我知道杨帆刚才这样一个提问，确实这个陈思豆应该展示一下你这个让大家羡慕的身材，我们叫 S 型。这样吧，在我今天呢，就是想要在现场教给大家一个一分钟提升气质法。这样吧，咱们什么也不说，我们直接就示范好不好？首先，请我们拿上道具来。这是一个踏板。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自己在家里面练习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选择这么高的高度。好，踩凳子上呗。你们俩上，两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悬空。对，后脚悬空。这不是跳水的姿势吗？有一种甜亮的感觉，对，想后空翻直接着地。现在我们的关键时候来了，观众朋友们要看仔细了。我，你不会让我在膝盖中间加一张纸，彻底暴露我的 O 型，我是 O 型血。我教你的这个动作。我也是 O 型血，所以我是 O 型腿。哇，我幸亏不是 X 型血。打错，正是因为知道你们一个是 O 型腿，一个是 X 腿。所以更要用这个方法来练习你们，所以我们俩加起来就是 XO 组合嘛。我们的这个方法呢，不仅可以有效的塑形美体，更能够治愈我们的 X 腿和 O 型腿。夹住，用力夹住。其实没分别的，用力。哎呀，可以。好，只是我们嘉明哥已经很努力了啊。其实我跟他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的自身条件好一些。你不要那么得意，打开夹住。哇塞，太离谱了，根本没法夹住纸片。夹住 ，OK。好，两手打开。这一次呢，我们要在他们的双手下方各夹一张纸片，紧紧的夹住，抽不出来为止。夹住，哎，还不错。夹住它，好 ，OK。现在听我的口令。杨帆同学，你就是这样对待老师的训练成果吗？你能不能把你的双腿站直呢？老师，你二选一，你是要直还是要直 ？OK， 不要动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现在来为他们计时，来，我们可以慢一点、优雅一点的计时，十、九。八、七、六、六、五、四、三、二、一，臀部伸不伸？大腿伸不伸？小腿伸不伸？好 ，OK 啊。不是，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我跟嘉明哥，我们的气质有提升吗？哎，你出汗了。我希望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能够每天花10到15分钟来练习这个动作。好 ，OK， 你们俩下来吧。大家想看，大家看我额头上的汗。你也出汗了啊？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
放弃那么多学位，那么好的工作，做一个健身教练，你有一种征服感。不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运动能够让一个人更健康、更快乐，真的。非常好，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陈思栋，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嗨，大家好，我是陈博。大家好，我是李铁。大家好，我是齐明亮。大家好，我是哈特。我们是 Top Five。对，你没有看错，我们只有四个人，因为我们还要寻找下一位队员。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想加入，那还等什么？快来加入我们吧！耶、yeah! ！掌声有请Top Five组合。Hello Hello，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耶，嘉宾哥好。组合的名字叫 Top Five， 对，顶尖的五人。一二三四，呜，这儿呢？怎么会？对啊，你们是顶尖五位的组合，为什么只有四位呢？啊，我们今天来到黄金一百秒，就是万事俱备，只欠这个东风啊！不是，懂了，你们也是来签他的。对，先问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凑五个人做一个组合？你们 F 四不行吗？其实是这样，因为呢，我们组合的标志性手势就是伸出五根手指，而五根手指这么的不就完了吗？五根手指握到一起，恰好又是一个拳头，代表了我们组合勇往直前、坚不可摧的精神。那你想让我刚才第一个选手都要签我了，你们比他们有什么优势？杨帆说，杨帆很翘哦。或者说你们了解我吗？当然了解啊，想要把你邀入我们的团队，我们首先对你要有一个考量的。我杨帆哥在舞台上有很多经典呀、啊。简单，第一个嘛，来音乐，一二三走。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
里土生土长的人。哎，这有点怕，继续继续，你一加入还真有点 top five 的感觉。来，一起，另外四位别停。群魔乱舞。当然，嘉明哥，他们刚才其实模仿的更多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在舞台上展示的小小的才艺，其实主持才是我最主要的工作。简单啊，来，这个你们也有研究？当然，关于杨帆的主持。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掏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 Top Five 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您一定会预测正确，一定会获得我们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你们也是用了10年20年的时间在潜心研究我的精髓，好像好样，对，差不多吧。但是，因为我跟嘉明哥搭档，我感觉我还是挺喜欢这个舞台的。你要把我牵走，我觉得我别一口就拒绝。你听着是这样，你看我是我们团队队长，条件最差的一个，你来我们团队，队长让给你做，怎么样？杨帆，跟他们走吧。走，祝你在歌坛有更大的发展。你骗我，我也一直想一个人主持这个节目。因为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选手呢，他们开出的条件也不一定差，你知道吗？真的是在找 top five 的另外一个对选手。啊，好，我明白杨帆的意思，所以要给你们帆哥考虑的时间。对，我让我想想。来，先展示一下你们 top four 的这个魅力，好不好？好。Okay. 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Top five， 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Top five， 请准备好，100秒计时开始。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意胖发呆，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午夜说拜拜，星月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魅力真简单，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向内守着摇旗喊，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阴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跟着我，你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不要伤怀。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挑战成功，祝贺Top Five。首先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有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送给你们的一根金项链，谢谢。那既然加入了这个组合，这个项链我就先收了。好，你们先替我保存着好不好？好，继续再战100秒。 OK， 好，继续努力，掌声送给 Top Five， 谢谢，加油，谢谢。这里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韩寒，大家都说有一张明星脸，说我正面像冯巩，侧面像陈佩斯，他们都说我是女版的潘长江。掌声有请李寒。
高李涵。嘉宾好，范哥好，你好。今天的选手都充满活力啊。没错哦。大家好，我呢是涵涵，来自东北那嘎达吉林长春。哦哟，在这里跟大家报个料，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是我姐，我是她的妹妹李谷二。李谷一是你，不怕李老师下去找你？不会的，她确实是我姐，不信我给大家学一学她的气声唱法啊，大家看像不像，感受一下。你的声音很亮哦，你的歌声永远还印在我的心中。最后一集特别像那个气声，明白了。你还能模仿男人唱歌吗？对呀、啊，这个听说呀，易中天老师啊，这讲课也不赚钱，他改行了，改行唱歌了，跟他父子俩，他们父子俩一起唱。来，我给大家来来啊。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我会呀、啊。那你唱给我好了。春口春口泪头水，好玩忘掉我就啊，你又好笑啊。你这是模仿的是易中天老师和蜡笔小新是吧？啊，不是啊，是给你增加点难度，看你还挺会模仿的、啊、用易中天唱李谷一的歌。啊，易中天啊。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我不想唱。哎，这个有特点啊，夏明哥，你再这么唱，我也都不想看春晚了。还可以吗？还可以加大难度。男歌手，其他男歌手可以模仿吗？这个歌星里边，我最崇拜的就是歌坛大哥大刘欢老师。来，跟我学呀！你不是善于模仿吗？来一个，我和你怎么样？我就是生拉不拉断的。好了，我和你心连心，共筑地球村。把掌声送给我们歌坛新星诞生的 Top Two 组合，耶！还有难度？我建议不来了、啊，我建议你应该有所保留，就是在这儿不要露得太多，因为这样大家会对你的预期越来越高，给你接下来的挑战带来难度，好吧？哦，但李涵真的，你刚才这样的表演已经很棒了，我们非常非常看好你，嗯、加油，李涵，好不好？好的，加油！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李涵，好好把握，100秒计时开始。你们好，我叫缺心眼子，天天快乐，马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哈，这是模仿蔡明那个小品啊。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的黄宏大哥和丹丹大姐来的。哦，黄宏大哥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向了舞台中央，很丰富的模仿哦。哦哟，哎呀，来的人可真不少啊，打扮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是来看黄金100秒的吧。哇，我发现
先，今天的现场有几大特点，这女观众是容貌美丽，男观众是亭亭玉立，二位主持人是口齿伶俐，现场的观众是掌声给力，我祝各位大吉大利。妈，干哈干哈干哈呀，我黄宏都变成女性了，这掌声可就起不来呀。哇，要个掌声还这么声嘶力竭，震得我头晕，我头晕。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你说挺大的老爷们一上台就吵吵把火的，丢不丢人呢？你学学我，低调奢华有内涵。妈，那你笑啥玩意呢？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李涵从东北那嘎达来，你们不太乐呵呀？孔子曰，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孟子曰，孔子说的对。你说对不？蔡明。挑战成功，祝贺李涵。这就是传说中的趾高气昂哦。美女，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哦哦，谢谢，谢谢佳明。加油，李涵！掌声送给李涵。那边。有实力，有魅力，而且非常的可爱，也是我们舞台的开心果。继续加油。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江湖传闻，黄金一百秒有一对黄金搭档，帅的那位跟我一样风趣幽默，俊的那个跟我一样成熟稳重，今天我们俩特意来会会他们，掌声有请小可爱组合。哇哦，刘宇光、马东冠，二位好，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嗨，嗨，嗨，我们今天选手的笑容都非常迷人啊，没错，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宇光，我是马东冠，我们是小可爱组合，哎，我冷。这哎，嘉明哥这话你没听懂吗？什么意思？两个老爷们在舞台上还小可爱。我们俩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因为他负责，我负责小，我负责可爱。哎，你有点可恨。你们俩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吗？哎，杨帆吗？没有，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就给你们带来一个特别的名字哦，叫帅。呆了，哇！哎，这个、组合名字我喜欢。是不是哥？他负责帅，你负责呆。哎，你本来我还当好话听呢。不，呆是一种褒义词了。你们俩这个上来，这又拿着吉他，又穿的这个金光闪闪的，还真得猜一下你们是干嘛的。师傅，师傅，你要听我解释，师傅。不是，我跟你讲，杨帆才是我真正的师傅，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们俩这种男男组合很特别，我发现有一个问题，你特别特别 open， 话特别特别多，佳明帅帅的，只负责笑，几乎不说话，你看，现在就这个状态，所以你发没发现我也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年轻、帅、英俊、不说话，要不然你说两句。不用了，咱懂礼貌，这才把我表现出来呀、啊！你这属于上台来挑拨我跟嘉明哥关系的，这是学习你的第一点。好，还有第二点吗？第二点就是你的亚非拉舞王那个雷人的舞蹈，我就觉得说我要是不好好来表现和 PK 一下，今天有点说不过去。Music， 反客为主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村儿，我是这个村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村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杨帆，我看明白了，今天前几位选手是来签你的，这位选手是来灭你的。你这句不合适的，
你老实交代一下，你是什么身份？我其实是一个经常参加选秀的人，然后一直被淘汰，所以说就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出来好像有点身单力薄，哎，加一个看看能不能晋级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俩最近排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舞蹈，就是用我的头来演一个篮球。哎，我真想拍死你！我你扮演个篮球。所以说，我们简单给大家露一小手，怎么用我的头来表演一个篮球，来表演一个舞蹈。我帮你拿着这个。好。哎、来音乐。刘宇过，马登冠。哦，这是个球。啪啪啪。花式篮球，哦呦呦呦呦呦呦，哦呦，篮球技巧，我很欣赏他的牺牲精神啊、哦，但你愿意扮演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比较滑稽的一个表演形式。是是，我总是希望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冒着脑震荡的风险。是的，以前参加很多选秀节目，但面向的都是那种专业的评委。我觉得我要把欢乐不是送给那些专业的评委，我要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所以我才选择来这个舞台。你们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哦，好，来，小可爱组合，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就会发光了，请登上黄金舞台。好，小可爱组合，好好把握黄金一百秒，属于你们，计时开始。要一天，我想要离去，请把我埋在。他们新歌唱有可能吗？在这春天里，春天里。为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带来拉丁舞当中的恰恰恰。拉丁舞，哦，男男组合，两个男的拉丁，我不相信。哇哇！有专业范儿哦。你们俩不当特工可惜了，你们藏得真够深的。对呀、啊，这个拉丁舞，我这个舞姿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嘉明哥？啊，他嘉明哥是这还是惊到了，没想到了。来，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谢谢，加油，继续努力。谢谢谢谢谢谢观众朋友们，谢谢谢谢，加油加油，谢谢。但我真是觉得刚才刘宇光他身上有一种很棒的特点，就是他很投入，而且他很执着。没错，对吧？我觉得在追求艺术梦想的时候，人需要一点执着的精神。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27年，年轻美丽，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40岁的我当上了一名舞蹈老师，如今的我虽然青春易逝，
但是我坚信自己的风采依旧。掌声有请张杰。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哦，我突然有点错觉了，一般牛仔出来飞的都是飞镖啊，在这套。哎呀，主持人佳明啊，我想死你们了。小杨帆，我想死你们了。大大姐，哎呦，今天这造型别致啊。亲爱的朋友们，我是来自于美丽的槟城大连，我叫张杰，我今年26岁。哦，不对，62岁。哇，真看不出来。哇，今天呢，我站在黄金100秒的舞台上。嗯哼，我要扬帆起航，佳明见证。哦呦，扬帆起航。哦呦，哎呦，佳明啊，我在40年前。我就和我周围的朋友这么说，嗯，我是一个没在地上的金子，没有被发现。但是呢，今天黄金100秒发现了我，我一定会闪闪发光的。确实能看得出来，张大姐很享受这个舞台。那您今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把舞台交给您了。是。我们希望你用这种26岁洪亮的嗓音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一定会发光。加油，张大姐，请登上黄金舞台。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我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也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都是他的歌声好有魅力，我情不自禁就进入那个情境，就演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陕北的，我叫崔苗。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来上来就跟我合作一下，你会挑战？我在底下听了你唱了很多的那个流行歌曲。你给他唱一首陕北民歌让我听听。那接下来我给李老师演唱一首陕北民歌，山川在开花红样样。山把腰闪了，得掉起低了。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个天亮个夜，毛主席呀领导咱大江山。高音。毛主席领导咱。你要和你调音吗？调起低了。杨凡哥其实不是我说你，你刚才唱的那个我觉得嫂子好着了，唱的没有投入，没有情感。这样子吧，我给你打败哈。就是要把你捯饬捯饬，进入那个情境。崔苗的意思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陕北的装束，重点是这个头巾。哇，这个扮相！哇，听到台下的掌声那么热烈，亮相，来，先别，三、二、一，哇！就到这里，谢谢。真的，今天的演出就到这里。真的，用陕北话。欲知后事如何，下期再看。杨凡哥，用陕北话你这样的装扮真的是特别俊，意思就特别帅的意思，真是一表人才，真的。把我以前那身衣服撇了。欢迎崔苗，来，崔苗，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崔苗，好好享受黄金舞台，100秒计时开始。
接下来十五秒钟有一段与众不同的颁奖仪式，开始。因为看过你的表演之后，我觉得在舞台上的你就像他一样闪闪发光，你会永远的印在我的心里，我会永远的活在你的心中。确实是要生死离别嘛，恭喜你。谢谢祝贺，掌声送给崔苗。谢谢。你也可以去换一下衣服了。Hello， 大家好，我叫季海星，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海鲜摊儿，每天都跟这些海鲜打交道。作为一个八零末的我，也有着自己的音乐梦，就是希望自己登上更大的舞台，唱歌给大家听。谢谢大家。掌声有请季海星。杨帆老师好，天明老师你好。你好，来，你好海星。你好，我要跟你握握手。谢谢。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躲了一下，因为通过刚才的这个，我看你工作的时候是不戴手套的。对，因为戴手套这个东西的这海鲜的质感就摸不出来了。但是你没有想过这个海水每天浸泡？有，手都是白的，脚。所以刚才跟他握手的时候，其实手是有一些粗糙的。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其实你们俩挺讨厌的，你知道吗？在这舞台上聊了半天，给我聊馋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海鲜你带你看其他的选手一上场，人家那个热情，对观众、对主持人，啪啪啪发东西，懂了？你就真带来了啊？你真带的有啊？有啊。杨帆来吧，动手吧。对，你看你带来了，您可以。好，但是小心夹手。那就一般买的那个现在打包的那种螃蟹，它都是给你那个捆好的。其实要捆的话，可以我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嗯，就是特别皮套这个东西很常见，一根皮套。你可以快速给我们捆示范。可以啊，可以。我看你被夹破了，我这。正常，这个太正常了。先这样摁住它，摁住它的钳子，把它这两个钳子窝回弯。摁住它。大拇指摁住它，然后拿这个皮套。勒在这儿，绕圈。哦，这也绕圈。这好像是比那个鞋带儿那种系法会简单一点。然后就是很方便，其实这个东西它就不会动。那这它就动不了了，这样就锁住了。对，就没有问题了，它就不会动。我其实觉得他刚才在捆绑螃蟹的时候，我刚才突然间走神，我在想，我觉得你的歌里面应该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很坚强、对，很不服输的精神。其实像我们80后、90后，就是我是88年的，然后我们80后、90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的状态都是很颓、很颓废。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颓废呢？就是一样，我是卖海鲜的，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我一样可以去努力，让自己努力，然后。站在这里唱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只是看你去做不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最好的。我们希望在你的歌里也能听到这样的精神。谢谢，好吧，谢谢。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来，季海星，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谢谢。季海星，100秒。计时开始。你来了没有？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只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管世界尽逃不过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洒脱，想拥抱在最美丽的那一刻，想看见陪我到最后谁是朋友，你是我是我最想要的朋友。挑战成功，谢谢大家，祝贺季海星。谢谢老师，祝贺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对，谢谢。我现在其实拿着这个项链，我想哦，把它送给我的女朋友。哦，你女朋友来了吗？来了。来，有请季海星的女朋友。哎，你好。哟，这是不是我？谢谢。来，谢谢这次就送给你啊。对，感谢我们这次节目，感谢我们这次节目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请教女朋友一个问题，你一直在幕后支持她，为什么？我觉得她有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的那种精神，就让我在心里特别佩服。她有一个男人的一个担当，她知道她要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朝着一个方向在努力。祝福你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继续努力，祝你们幸福。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大家好，我叫林善祥，一名汽车修理工，上世纪80年代后接触到美声唱法，并开始研究学习，这次终于有机会登台唱歌给大家听，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爱。掌声有请林善祥。你好，善祥。你好，你好，林大哥，欢迎您。哎呦，穿得好隆重哦！你的装束已经给我们释放了很多信息了。哦吼！我叫林善祥。来自于安庆市，安徽安庆市，一名普通的汽车修理工。但您这首拿的是？这是当代歌王帕瓦罗蒂。对。林大哥，其实你一上台，我特别特别激动，因为我有一个多年没有透露的秘密，其实我也是一个美声爱好者。是吗？好的，我就欣赏你唱美声。好，今夜无人入睡，好吧？对，好。那高音时候是高度兴奋，连头皮啊都抬起来了，眉毛都抬起来，而且头发都竖起来了，趁高音的状态是这样。他很狰狞的，他又就是有点狰狞，很集中精力，他那个声音特别有穿透力。
哎呀，幸会幸会幸会，你怎么才来呀？战翔，那你现在还是修理工？还是修理工。会有演出吗？没演出过，表演这么大的舞台你从来没有？没有。这是你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嗯嗯，对，到这来就是挑战自己的，克服自己心理障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请登上黄金舞台。林善祥，一位汽车修理工，这个舞台属于你。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我们第一环节全部结束，我们再次掌声有请第一环节顺利闯关的所有选手，掌声有请。根据我们的规则，只有在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才能够进入再战一百秒，他们分别是观众支持率第三名的选手，他的名字叫季海星，恭喜！哇哦，祝贺季海星。第二名属于李涵。哇哦，第一环节第一名，他的名字叫崔淼，祝贺崔淼。当然在这里要感谢第一环节当中给我们带来精彩表现的 Top Five， 感谢小可爱组合，谢谢你们。也请进入再战一百秒的三位选手到台下稍事休息，准备一会儿的挑战。谢谢各位。现在的舞台属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敢来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能够战够一百秒，同样可以获得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提供的一份精美的奖品。这个时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来，现场的黄金观众，你在哪里？计时开始。I gotta be a bad boy.
谢谢，谢谢你的参与。大家好。一百秒计时开始。不再过一回忆，风飞烟没有追。不白活一回，自然叫鸟相随。不白活一回，矜持那个离干而水。不白活一回，今天你站高飞。天上谁，不好意思忘了歌词了。不白一干二净，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你的参与。好，谢谢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接下来将会进入我们的再战一百秒。接下来再战一百秒，现场观众不用投票。三位选手表演结束之后，大家来投支持票，选出本场黄金选手。首先，掌声有请李涵。好，请准备。好，一百秒计时开始。大家好，这个我是易中天的弟弟，易中弟呀、啊。这个今天我们不讲三国，讲什么呢？讲这个如何预防雾霾天气的问题。如何预防呢？这个我建议交通部门推行路人限行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你单眼皮，那你就单号出来；你双眼皮，那你就双号出来。像我们主持人佳明这样的，一单一双，那就只好夜间出来了。这个极品帅哥杨帆，你不要得意的太早。像你这样的半单不双的贼眼皮。I'm sorry， 那你只好在每年的七月十五出来了。那位戴眼镜的帅哥，这个像你这种情况的，就得按照故意遮挡后排处理。那个小姐，我看出你的双眼皮是割的了，所以呢，这个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就算你是玉皇大帝的女儿，那都得按照套牌严肃处理。大家说，咬不咬的？咬的。谢谢李涵，接下来掌声有请崔苗，掌声有请。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崔淼。最后，让我们掌声有请季海星。掌声有请。好，100秒计时开始。天与色，爱过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融合，何必再为你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我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再次掌声请出前两位选手。这是一枚由9999黄金专家孟静媛提供的9999纯金奖牌，将戴在台上三位其中的一位脖子上。来，现场观众，决定权在你们手中，请记住他们各自的编号，我们投支持票。一号李涵，二号崔淼，三号季海星，喜欢谁请投票，请投票。这里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静媛独家冠名的黄金100秒。投票结束，杨帆，请用你的行动选出你心目中的黄金选手吧。有请。我要支持的是本场的二号选手崔淼。本场能够戴上这枚9999纯金奖牌的选手，他的名字叫。能够戴上这枚9999纯金奖牌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李涵。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